我，一地而处。是我加害了子建，父亲会杀我。就算父亲不杀我，将来杨修和丁一也会杀我。可是不管子建怎么对我，我是不会杀他的。在我进大牢的那一刻，我就已经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自己父亲的手里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父亲一定会秉公办理。 姑谈条件了，你这个样子才想姑的儿子。好，很好，我再想想，你身上还有什么把柄？姑不能让你这么肆无忌惮的要挟我。好。禀大王，司马懿在崔琰牢中酩酊大醉，带司马懿。侯非侯，王非王。来人，拿冷水把他浇醒。是。来边。 说得好啊，侯非侯，王非王。算了，别叫他了，姑等着，给姑爷拿些酒来。是。下去。公子，药已经加好多时了。你回去吧，我不想吃药了。再不吃，恐怕就要凉了。公子。 四公子他为人单纯良善，你应该知道，他不会做那样的事情。崔琰怎么会那样说呢？是不是在你心里，子建一直都是那个好人？那我呢？我是什么人？你在我心中亦是一样善良。子桓，你不要再迁怒于他了。 他毕竟是你的亲弟弟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去送死啊！你知道谋逆的罪名是会死人的。这点事情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，而谋逆之人定会万劫不复。又与你我何干？嗯。这是万死，臣叩见大王。要喝酒，为何不去子桓的庆功宴啊？臣此时罪无可赦，当然我们喝。喝那么多酒，还这么清醒啊？来，接着喝。 这里也没别人，就别在姑面前装了。喝。崔琰、荀彧所作所为，你都参与谋划了。臣。 不敢欺瞒大王，荀令君薨逝之日，臣曾去找崔尚书问罪。崔尚书一番言论，振聋发聩。崔尚书用自己的性命匡扶大魏。你到现在还称他为尚书？ 那在你心里，他是奸佞还是忠臣？臣以为，荀彧、崔琰可以为了魏国，为了天下，为了大王的志向。 去匡正大王，去劝谏大王，这两个人是大忠臣。大忠臣，匡正大王，你们逼着姑杀自己的儿子，算什么大忠臣？ 大王息怒，大王一定明白，子建公子一定不会有难，只是无缘世子。臣没说，臣不敢。你也算是饱读诗书，博古通今，历朝历代。 与长子争夺世子失败的次子，有几个好下场？所以啊，就不要拿这些话来骗姑了。大王，臣也是两个儿子的父亲，臣能明白，大王为了天下大业。 牺牲自己心爱儿子的前程，心里有多难受？一个人要是有大王这样的权利，当然可以让天下为自己改变，远如桓灵二帝，近如袁绍袁术。但大王不同，大王可以为了天下改变自己。大王是真英雄啊！子桓公子和大王一样。 也有这样的大志，他为了这个志向，可以约束自己，改变自己，所以子桓公子绝不会为难子建公子。你怎知孤与那桓灵二弟、袁术、袁绍兄弟的心思不一样呢？大王曾如此评述袁绍：色厉胆薄，好谋无断。 干大事而牺牲，见小利而亡命。大王，不是袁绍。那你又怎知子桓就确定为世子了呢？臣不敢，臣没说。不过你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，为了天下而改变自己，吾何尝不希望子桓、子建他们能有一人为天下而改变自己，变得比孤更强大，那样才能内平叛乱，外御强敌。子建，子桓嘛，哎，你能帮他做到吗？ 子桓公子继承了大王的文韬武略，就算没有臣，子桓公子一定不会让大王失望。你怎么这么会说话呀？可惜啊，若是荀令君 能如你这般会做人，该多好啊！臣罪孽深重，一切听凭大王处置。听凭大王处置。你的主子说，自己的臣子自己处置。故告诉你，将来的子桓会变得比孤更严苛。你自求多福吧。 魏王把平原侯的属臣都下了大狱，关给谁看呢？那是关给你看的。如果平原侯的属臣一起问罪，你大哥也跑不了了。这是杨雄拿你大哥来要挟你。当初你说救下曹丕，你大哥就会平安无事。可现在呢，曹丕倒是出来了，你大哥不是还关在里头吗？爹。 我会救我大哥的，你怎么救？啊？那魏王岂能会听你去求情啊？爹，你说的没错，魏王是做给我看的，他这是在逼我。 去求中郎将，求中郎将，魏侯。中郎将已经占尽上风，魏王现在已经无法对中郎将施压，可魏王又不想放弃平原侯，所以用大哥的命逼迫我去求中郎将让步。只有中郎将放过平原侯，魏王 才会放我大哥。让步，中郎将这一让步，他的世子位岂不付之东流？中郎将千辛万苦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又岂会为非亲非故的大哥让步？中郎将的性情我是知道的，你万一把他给激怒了，你也活不成，那我不又得赔进去一个儿子？爹，这是唯一的路了。 就算把膝盖跪碎了，爬也得把这条路爬通。哎，哎，大哥，这大晚上的你去干什么？你不睡，人家还不睡吗？老爷，老爷，大晚上去好啊？好什么好？二公子这一出马，大公子肯定能放出来。你说说看，你想啊，要是白天去人多眼大，晚上去，二公子去干啥？熬他，使劲熬，中郎将他困了，他想睡觉就得答应二公子。熬你的药，熬好了喝吗？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可我不想听。你回去吧。臣想救兄长性命，望中郎将体恤。你先起来。臣恳请中郎将高抬贵手，放过子建公子与杨修。只有这样，魏王 才能放了臣的兄长。我怎么救？你告诉我，我怎么救？如若我现在什么都不说，父王降罪，子建与杨修，我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太子，是这样吧？是。好，荀令君、崔尚书两个人用性命保我，这不是薄命，这是以身饲虎。你说的。 不要辜负这儿人，是这样吧？是。那你叫我怎么放手？臣深知为臣之道，为了主上，应将家事抛于脑后，但事关臣兄长性命，望中郎将体恤。 要是不体恤呢？臣想去把兄长换出来。司马懿，你以为这大理寺是你家开的吗？你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我现在离太子位近在咫尺。 只有一步之遥，你却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，你不要太擅装跋扈了。中郎将，臣对中郎将的追随与忠诚绝无二心。臣深知，中郎将在这太子之位的路上一路走来，却是步步艰险，但臣 对于家人性命的职责，也是无半步可退。臣还记得，中郎将和臣身陷囹圄之时，中郎将曾对臣说过：“昔日曹王公子手托中郎将于马背之上，只来得及说了‘快跑’两字，便被乱箭射死。中郎将 当时双目含泪，对臣言道：“说想和哥哥换过，臣和中郎将想的一样。我中郎将是臣家的。”公子该喝药了。公子，我看见姐夫他在外面跪着，怕什么？是他自己要跪的，我能怎样？你不会也认为？ 我该救司马朗吧？妾听过一句话：“国士待之，国士报之。”不知这句话反过来念对不对？“国士报之，国士待之。”我差点忘了，你也是司马家的人。公子要是这样认为妾无话可说。起来！难道你也要跟我赌气吗？ 公子的艰难，妾都明白。不喝了。公子，二哥，你怎么了？爹说，就算押上满门的性命，也要把大哥救出来。好，在下司马孚，恳请中郎将允许我进入你的幕府，我愿意入仕，愿意做中郎将的属官。我司马家两个儿子与中郎将。 同生死，共进退。请中郎将相信，我司马家愿意押上满门性命辅佐中郎将，只求中郎将救救大哥。 你怎么像伍子胥过昭关一样，一夜白了头？是啊，这世上有一种情感，叫白发如新。我虽然习惯了，这世间的冷漠。可我不希望，我们两个也是如此。我确实现在就想杀了杨修，恨不得现在就得到太子位。可是我太累了，没有力气再和子建、父亲争上那么一轮。我想了一个晚上，即便我得到了太子位，忤逆了父亲，失去了你。 我又能在这个冰山上的太子位待多久？我不知道。真独太，臣年长中郎将几岁，但每每仰望中郎将，皆有父兄之感。 从今日起，我兄弟二人的性命，便是中郎将。快起来吧，姐夫，姐夫，快起来，你冻僵了。 赶紧进去暖和一下。走。拜见父亲，拜见母亲。子桓，这么冷的天，你还跑出来干什么？身上的伤怎么样？好点了吗？ 母亲放心，都是小伤，并无大碍。这一早而来，所为何事啊？父亲，儿臣思索一夜，深觉崔衍公子技巧，按子建的纯良，杨修的聪慧，怎会用如此卑劣的手段陷害儿子？所以儿臣认为，很有可能是崔衍一心想立子建为主，擅作主张。 私自伪造了书信，这件事，子建和杨修也许并不知情，故而来向父亲请求从轻发落。你是说，你认为子建和杨修无罪？正是。儿臣绝不允许，这朝中有奸人离间骨肉，如若大理寺。 查出子建与杨修与此案并无干系，还请父亲提早释放他们二人，以免这朝中议论纷纷，人心惶惶。子桓，你能有这样的度量，实在是我家的福气呀！父亲，这是儿子的本分。你的建议，为父知道了，会转告钟繇。 回去吧。屋里炭火烧暖和些，暖则痛不发。谢父亲。 还是再歇歇吧。此酒不可相让，在下专美了。 恭喜主簿平安归来，下官就知道主簿一定胜券在握。你说什么？恭喜主簿胜券在握。哦，下去吧。 署长，哎，二哥，你怎么也做起这刨除之事了？嗨，大哥在牢里吃了不少苦，我这不想做点好吃的，给大哥补一补嘛。署长，你说你在家中读书念诗，岂不自在风雅？你真的要趟仕途的浑水吗？学而优则仕，我也不能在家里老吃白食。况且中郎将肯要我，不知道天下多少读书人羡慕。署长。 大哥刚出囹圄，仕途之路万分凶险，走着走着人就变了。我是想给家里留下那个纯良的你。二子乘舟，泛泛其景。我与二哥共乘一舟，我相信二哥选的人，也相信阿照选的人，不会不义不道。何况二哥，你以为你们两个不能保全，我在这世上又能纯良的活下去吗？我不求我建立多大的功业，但求在危急之时。 我能与你、与大哥，还有这个家，能够并肩而立，这就是我所有的愿望。我，哎呦，哎，你看，私则有备，有备而无患。你看你这毛手毛脚的样子，你能当官？你能随机应变？又在说三弟呢，大哥。哟，大哥，大哥坐。你小时候在厨下灶间打碎的盆盆罐罐还少啊？那时候。 爹满院子追着他打，就是。大哥，我是说，三弟不应去当官。叔大，做官先要学会做戏。当初要不是大哥在董卓面前涕泪纵横的那一顿哭啊，咱全家人能苟活到现在。你能说哭就哭吗？哭需要情真意切，你能说哭就哭啊？大哥尚且需要全家之安危才可涕泪纵横，你二哥在仇人面前。 只因个人得失就可泪如雨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他那双眼睛，他能做官？仲达，其实三弟出仕也未尝不可。若有一日战事来临，战场亲兄弟，咱们兄弟几个站成一排，大哥打头，定会让对方下马投降。大哥说的对，上阵父子兵，天下谁能敌？来。 来，你我兄弟，敌人阵前列成一排，昂首挺胸。敌方弓弦一响，我兄弟几人也倒成一排。你涕泪纵横，你泪如雨下。不可能，他就是取笑大哥。来，大哥，好了，不跟你闹。哎，尝尝三弟的手艺，还挺像模像样的。 好喝吗？没放盐，放来了。我尝。咸了，咸了！大哥，你可是在牢中把口味吃重了。 还是不咸，怎么会？哎，我尝尝。哎，大哥，哎，大哥，等会儿，大哥，等会儿，大哥，哎，大哥。先生，怎么样？ 公子，借一步说话。爹，你们就别跟着了。我的儿子为什么瞒着我？就在这说。老朽不敢相瞒，大公子高热发喘，颈边还有血瘀，应该是染上瘟疫了。啊！目前城里正在闹瘟疫，有许多人都得了这种病。 就连陈林先生和王灿先生都因此而病亡了。这场瘟疫啊，来势凶猛，我看家里还是早做准备吧。老朽告辞，先生。明德，明德，别过去。老三弟拦住爹。好，老三，爹，老爷，爹对不住你呀。 我不应该让你插手什么太子之争，怪我呀，怪我，都怪我呀！爹，您静一静，这还没到最后一步呢。有医官，有药，爹，你要去请太医啊。侯吉，对，赶紧去买艾草，把全府上下熏一遍，每个人的衣物、碗筷都要烫洗。三弟立下规矩，全府所有的人不能再进这间屋子。 我们要是走了，谁来照顾爹爹呢？我来，哥，我来，我身体好。好了，你们都别争了。爹这把年纪也不惧生死了，你们都走，我留下。爹，你们谁也不能再病了啊！爹，听我跟你说，三弟知道大哥中午喝那碗汤，我也喝了啊，所以我也得跟你们隔开。侯吉，对，我跟大哥每日吃的汤饭送到院里。 我自己去取。仲达，万一你再染上疫病，是啊，生死有命，就看天意吧。也许我跟大哥命硬了，跟师儿、昭儿说，别往这屋跑，照顾好明德。嫂子走得早，咱们大人别吓着孩子。老二，爹，就这样。爹，二哥说的对。形势危急，关羽来势凶猛，大王要亲征。亲征？ 那中郎将是否随行？子桓留守邺城，我和子建从政。大王还是舍不得平原好啊！大王让中郎将留守邺城是天大的好事，邺城乃魏国根基。大王只是信任中郎将。自古诸侯亲征，太子监国。恭喜中郎将。可是这次。 父王要你随征，杨修去吗？去。这可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呐！好看吗？好看，而且英武。夫人哪来的这身甲？你忘了，我10几岁就跟我爹在战场上了。一晃这么多年。 夫人，还是那个巾帼英雄，认识你三生有幸啊！你别看我生了2孩子，武功可不减当年。试试，我打不过你，你穿甲做什么？跟你去战场？不行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我不答应。我知道曹操为什么选你出征，他就是没安好心。我会武功。 你就算有任何麻烦，我都能救你出来，你明白吗？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说了算。林大王，陆浑群盗接受关羽印号，杀了守将，投降关羽。这是要抄我们的后路啊！请父王快下令吧！请大王下令。大王，古仔想想，杨主簿有话要说。是，此时可说。关羽突出骑兵，志在打通许都，以迎天子。 而许都离樊城距离太近了，若是让天子和关羽里应外合，则魏国危矣。那不若我们釜底抽薪，将天子搬离许都。你想将天子搬哪儿去？邺城。邺城地处河北，远离前线，上有中郎将把守，重兵囤积，迁天子于邺城，可避开关羽锋芒。邺城乃孤的王都。 若将天子迁往邺城，我住哪儿啊？什么？你让大王迁都？现在提及迁都，会不会太心急了一点？再等大王年事已高，不能不立太子了。你的意思是，迁都是为了子建？我问你，曹丕的势力根基在哪儿？自然是邺城啊。正是。迁都洛阳，既可削弱曹丕的力量。 又可避开此时关羽之锋芒，此乃两全之策。若此时迁都，你我心里皆明白，魏国将顷刻面临分裂之祸。杨主簿，你心中想的两全之策，可有顾及魏国根基之大权？我的两全之策，便是仲大兄所谓的大权之策，你我皆心知肚明。大王千秋万岁以后，你我二人若皆活着，则 魏国会大乱，你我之争便是魏国誓死之争，二者去其一，方可预防内乱。现在外面都传开了，军营里已经闹成一锅粥了，都在收拾辎重呢。丁义说，是大王的意思，无稽之谈。子丹，好，下去，传令各营，就说未得诏命之前，任何人不得妄动。 这是明目张胆拿孤的心思来进行赌博呀！大王若无意迁都，便该早下诏书。孤说无意迁都了吗？奉大王诏命，捉拿主簿杨修。出什么事了？我何罪之有啊？我只是奉命捉拿，并不知道。带走。杨主簿果然是善于拆字解密，也善于揣摩孤的心意。 可惜呀，大战在即，人心惶惶。孤要借汝一物，以安军心。何物？人头。